切进来，拉杆的一个上篮，这一球算得进去。郑伟切进来，哇！李佳瑞在第三节非常的有戏啊，八秒钟这个球被李佳瑞给偷走了，前面收太。切进来，拉杆的一个上篮，这一球算得进去。并没有把握住这一次的机会。前面李佳瑞一对一卡上去，这一球进了。自己再做一个回放观看。刚刚那个就算回放可能看不出来，应该用那个网。网。郑伟切进来，哇！李佳瑞在第三节非常的有戏啊，在篮底下看一下。就是李佳瑞哦，在这一节哦，单节得到了七分，三投三中，另外还外带了两个篮板球，这命中率掌握的非常高哦，又具备在外。那云豹这个球队比较多一个新的球员，需要花一点时间，这是很正常。八秒钟，这个球被李佳瑞给偷走了，前面收太，有了，有扣到，有扣到。看一下，这是李佳瑞哦，把球给偷走之后，前面哦想要休探一波，哎呦！高国豪传给到中间，李佳瑞身体硬卡上去后的一个上篮得分。还不及不许。赛的压力，这流向有慢慢走到云豹这里。曾博玉，这个球再传给李佳瑞，空档开了出来。